就不要用这种方式写，所以这边这一段程式哦，可以把它 delete 掉。好，我们把它改写成另外一个方法哈，就是刚刚的写法是一个一个储存格慢慢慢慢清除，就等同是你有不要放上去 delete， 有不要放在 delete。那如果是你要整个清除的话，我想你应该会怎么样？先游标放这里 ，Ctrl Shift 向右向下按 Delete 吧，这样会比较快。那刚刚的做法其实就是用范围的方式哦。那范围哈、哦，你就是其实可以怎么样？跟他讲说啊，这个先删掉好了，按一个 Tab 键。那我们可能要介绍第二个物件，物件的名称就叫 Range， 就范围。所以那个 Range 啊、哦，意思顾名思义嘛，你跟他讲说。range， 然后前括弧前双引号，跟他讲说我的范围在 D2 冒号到哪一个呢？到 N 的好像是252吧，我刚刚看了一下252 OK， 然后呢后双引号后括弧这样子，意思就是跟他讲说哎，我的范围在这里哦 OK， 那后面跟他点一下，点之后的话他会出现哦，那你要针对这个范围一起做什么事？一起做里面帮我把里面的资料清空。那清空的话呢，再一个方法叫 clear contents， 所以你打一个 cl， 好、哦，然后呢后面有个 clear contents， 那 clear 是清除全部啦，哦 ，clear format 是清除格式。那如果我要清除内容，就等同是按选取按 delete 嘛，前面是选取范围。后面是清除，再按 delete， 好，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加一行这样就 OK 了。那这样子的话呢，有个好处，你们可以试试看哦。如果你把它改写成这样子的方式，再执行一遍看看，你会发现哦，它的速度应该是差大概100倍以上的吧。哦，按下去，瞬间就消失了。OK 哈、哦，然后呢按计算，但计算会慢一点，但至少也是。啊，还蛮快的啦，我觉得这至少比你手动慢慢在那边 key 快太多了。所以有些工作的话，哦，这些动作其实，如果你会这些程式啦，我觉得真的是对工作上有一定的帮助啦，哈、哦、啊，虽然不是每件事都要用程式来写，但是如果你只要重复性高的工作哦，那就有必要呢去检讨一下啊、哦。所以刚刚写完的话，清除。计算 ，OK， 所以等于就是什么，改一下这一行。啊，其实这个并不难理解吧？Range 就是范围，所以以后你跟他讲哪个范围，点 Clear Contents 就可以了。哦，啊，当然未来哈、哦，如果你要针对某个范围做什么事情，后面都有一堆的方法，一堆的属性，你可以去做相关的设定。反正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滑鼠键盘能做的事情，啊，都可以变成一个对应的程式。啊，所以就是说以后啦，哈，就是所有东西啦，你要想要把它变成是，都是可以办到的哦。包含就是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啊，每一个地方呢都可以啊用程式的方式来解决。啊，只是说呢，哈，这个枢纽分析图、枢纽分析表要变成程式啊，难度其实又更高。哈，不过，哎，这后面我们还应该还是要提一下，因为这部分我觉得。以后最好是12个问题啊，12个枢纽分析表，那就自动就12个枢纽分析，自动按下去，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那就自动产生的，啊，那这样的话感觉啊就会更有那种就是跑起来那个感觉就是很棒的一种感觉了哈，因为自动就全部帮你做完了。如果重复性的，只是说你的 data 来源改变，啊，那你就换一个来源。后面的东西全部就重新再跑一遍，好，那这样的话呢，速度会快很多了哈。好，这个部分的话哦，那当然就顺便讲一下，就是，有关用程式解决我们刚刚的事情，好，主表按下去就 OK 了，哦，所以你会发现哦，如果有按钮的话，真的按它再多次也不厌倦哦，就觉得哎，按下去就马上 OK 了哈，不然的话你如果要重复在做这些事情，其实真的蛮花时间的。哦，所以你工作其实应该蛮多这种类似的案例了哈，只要所以可以慢慢思考，回去多做个几遍，以后这一套流程应该就会在你工作里面哦，会成为一部分的，所以以后你也慢慢会写程式，啊，以后所以我想会写程式之后应该也回不去了。
啊，如果你会写程式啊，你当然就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方法啊，用土法炼钢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哈。OK， 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呢，我们大概就先到这里哈。那待会的话呢，我们就要再来看有关那个家电产品的这个范例。那我们的需求哈，大概会有几个啦，就是说，统计那个2005年的这个哈，所以这边第一个哈。那我们待会来看就是家电产品就 product 那个资料里面哦，那我们大概会先练习几个，将那个 S 的资料库哦汇入到 Excel 里面的做法。第二个呢，当然我们有文字档，所以可以将什么呢？TXT 的文字档汇入到 Excel 当中。那一样在做后续需要做的是，包含就什么枢纽分析表哦、枢纽分析图等等的。那我们会多讲一个有关的趋势的那个这个走势图哦，销售的走势图。另外的话呢，哈、哦，再多增加一个就是那个这个目标达成率，就是我们会去算所谓的那个销售额的达成率。哦，那销售额的达成率哈、哦，会需要用到一个函数，那个函数就可以取得那个枢纽分析表里面的某一个栏位里面的资料，可以把它带到我们对应的表格里面，好、哦、啊，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哈、哦？那、啊、请各位呢，先试着把刚刚的这个部分先完成，啊，就我们刚刚做的完成结果，好、哦，那待会我们再来看有关那个下一阶段的部分哦。